AKB 48! Woo! Team SH! A lin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Alright! Here we go! Everyone lives Shanghai! These ladies are coming down to perform for you!我们是 AKB48 Team SH，
首先呢，我们请成员做一个自我介绍，从迪尔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邱迪尔。耶、yeah!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施海贝。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毛毛毛维嘉。毛毛。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刘念。大家好，我是一期生叶志恩。大家好，我是二期生桂楚楚，谢谢大家。楚楚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君熙，君熙。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三期生谢文杰，谢谢。Yeah！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我们千秋令的 special 的版本，因为我们没有跳的是全部的歌曲，是特地为这一次 CCG 然后为大家准备的。那完整的 MV 呢，我们也会在近期在官博中露出，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AKB48 Team SH。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也非常感谢 CCG 邀请 AKB48 Team SH， 谢谢你们。今天热吗？很热是吧？看得很热，那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炎热的夏天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肯定是有从外地过来，有特地来见我们，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可以为我们来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那就请欣赏接下来的表演吧。Bye.
中散落的繁星，那颗才是最美丽，是不是绞尽了脑筋，谁都能说清。我相信跨过了那些黑暗的禁区，我们看不到的天际，定会有光闪亮无比，正等待着光临，不断的温习，加倍的努力，在舞台的角落里，偶然的回忆，寂寞的哭泣，留下青春的足迹。少年向前跑，下一秒黎明就要来到，准备好梦的未来，前的太阳发出信号。哦哦哦，少年向前跑，别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去闪耀快甩个掉所有悲伤的心跳，全力奔跑，全力奔跑，向梦的坐标。那些被仰望的繁星，还有看不到的星星，到底有多少的差异，你能否说清？我怀疑或许是太遥远的距离，还是天空布满乌云，它的光彩无法降临，是不是这个原因，再不能够任性，再不能害自己，告诉现在的自己，再用尽摇滚，再继续努力，打败不安的情绪。哪怕再多烦恼，也一定要更坚强的微笑。我知道今天的泪会是明天的骄傲。哦哦哦哦，哪怕再多烦恼，脚步却不曾停歇一秒。我不要让这一切画下遗憾句号，冲向目标，冲向目标，勇敢做到。曲是《千秋令》，迎向未来的风，还有《创办少女们》，你们喜欢吗？谢谢大家。我转眼到八月了，快，所以八月逛漫展，今天逛漫展，大家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逛漫展呢？去漫展必备的三件好物是什么呢？我们从小谢开始吧。必备的肯定就是这么炎热的天气要有电风扇，然后手机充电宝，还有饮料。那
我就觉得应该要带钱，因为我刚刚看那边有那个大烤肠挺好吃的，对，所以逛漫展还是要带钱。不是现在很多网络付款吗？哦，那还要带一个手机，那再带一个什么呢？再带一个相机吧，自拍来。我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手机最重要了，大家有手机的话，大家也可以导航看看我们 CCG 里有什么好玩好吃的东西，对不对？还可以手机付款，非常的方便，是吗？还可以必要的时候当当镜子照照我们有没有化妆，是不是？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吧，既然有人说带了钱，也带了手机，也带了相机，我带他一个就好了呀。有道理哦，就很全面啊。就是重的东西都他来，你就轻松很对，轻松的感觉，我就开心开心的来看我们 AKB48 Team SH 的表演。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拎着千秋令的包包，掏出里面的扇子，边扇扇子边看我们 AKB48 Team SH 表演，快乐的逛漫展。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带了手机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去很多地方买东西，买的话就直接不用，就是先带着千秋令的包包比较重要，是不是？小燕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如果大家穿着比较日常的，就是真的是冲着逛漫展买买买的想法来的话，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因为要走很久，而且人也很多嘛，所以会带的应该有纸巾擦擦汗。嗯，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大概是要带上脑子吧，因为带上脑子，因为有时候出门的时候没有带脑子会出一些小小的差错。对，你这里No 我觉得必备的三样东西是手机、充电宝还有晒背。因为我其实方向感很不错，我不大会走弯路，如果带上我的话就不会迷路哦。嗯，那我觉得必备的三样东西的话应该也有手机，然后充电线，还有我本人。对，谢谢大家。可以，但我觉得大家都好像都要带的是手机，你们都是手机不能缺少手机的人吗？对的，是的，是的，感觉找不到手机就会很慌张的样子。平时手机没电会让你们慌张吗？会的，也会超级慌张。但是我的话，我虽然离不开手机，但是离开了手机我也不慌张，是有没有手机无所谓，有所谓，但是也不慌张。对，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回答？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带手机的话也没有关系，没有带手机就来看我们就好了，就不需要看手机。还有就是在我们八月份，我们的新公演《恋爱禁止条例》马上就要上线了，请大家多多关注哦。你们想抢到票吗？觉得自己会抢到票的请举手。这么多哦，很多人没有自信。你们都是欧皇吗？觉得自己运气都还不错，是不是？那敬请期待我们在八月份即将上线的恋爱禁止条例，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AKB48 Team SH。 接下来呢，请欣赏后面的歌曲吧。Yeah.
那接下来在下午我们会有在千寿舞台进行我们的首度活动，请大家在一点准时在千寿舞台与我们相遇吧，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林哥，天气炎热，注意避暑哦，等会儿见，拜拜。